亲爱的天父，我们欢喜来到你的面前，主，愿你的荣耀光照我们，使我们单单注目在你身上，愿你的大能护庇我们，使我们有得胜的力量，愿你的慈爱恩待我们，让我们在爱中我们可以成长。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在与你亲近的时刻，主，我们的心就是如此单单向着你，渴慕你，愿你的荣耀在这里被高举，愿我们每一个人所献上的心思意念，我们所有的事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就相信主你必成就。求主你恩待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都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的口中，我的心因耶和华而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们将敬拜时间交给约翰同工。弟兄姐妹早安。早。我们一起起立，那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上帝，赞美耶和华的圣名。拍手！赞美耶和华的圣名，赞美耶和华的圣名，赞美耶和华的圣名，至高主荣耀，荣耀耶和华的圣名，荣耀耶和华的圣名，荣耀耶和华的圣名。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让我们一起来赞美耶和华的圣名，让我们一同来赞美耶和华的圣名。好，让我们一同赞美耶和华的。好，我们的上帝主耶和华的圣名是配得我们赞美，配得我们荣耀，而且他也是圣洁的神。我们再一次用全心来赞美了上帝。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圣名，赞美耶和华的圣名，荣耀耶和华的生命，荣耀耶和华的生命，至高主，主生命，主生命被称为坚固堡垒，那为你进入他必得永生。看那犹大狮子一的神，众神主与被朝见他，
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锡安的号角，听到锡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出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这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赞叹，来同声来开口来祷告，真的是求神能够复兴这时代，也求神能先复兴我们，先复兴教会。主啊，我们先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主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这时代，主能够做你的光，做你的盐。主，我们知道主啊，并不是主啊，你的膀臂并非缩短，主而是因着神，主啊，你啊，真的是你在等待。在等待主啊，我们能够真的是再次归向你。耶稣，你要帮助我们，真的是如鹰展翅上腾。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啊，真的是不疲倦、不困倦。主，让我们能够真的是靠你来得胜。主，我们想，主，谢谢你。主要是的，当你要复兴这世代的时候，主，你首先要复兴教会，你首先要复兴我们个人，你要复兴我们的家庭。主要是帮助我们，主，这世代我们用敬拜来征战。主，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境遇里面，主啊，不论处在什么样被谬弯曲的世代，主，我们就要高举你的圣名，我们就要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我们就要靠着主你的名来得胜。主要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看见你仍旧在掌权，你在这世代在掌权，你要兴起你的百姓来跟从你，来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主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顺服紧紧跟随的人。主，你要破碎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你的圣名，可以与你圣洁的名相称。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在这世代，主，我们首先就先被主你复兴起来，好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成为一个精兵，被主你大大使用的精兵。主啊，使用我们，主让我们不惧怕这世代，不惧怕这世代的改变的声音，好让我们用祷告依靠主你的能力来改变这世代，用我们生命的见证来改变这时代，用我们的家庭，用我们个人被主你更新的生命来改变这时代。主啊，求主你恩待保守我们，主让我们
好像与你同样的乘风飞翔。主要虽然在这世代有许多的很荒谬的事情，主要但是主，我们仍旧相信主你在掌权，主我们要与你翱翔在天空，主我们要靠主你得胜站立的稳，求主你恩待保守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为主而活，也被主全然的使用。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这样祷告，就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盼望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如鹰展翅上腾，那依靠他的必定要重新得力。我们一起来敬拜，先请姐妹。声音听见我的呼叫，上帝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宰，感谢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着能力，充满着力量，因为我们真信走在主的道路，虽然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会有忧伤，也会有病痛，但我深信凡事等候主耶稣必重新得力，生命如鹰展翅上腾。我心何等的渴慕你，我要时时的称颂赞美你，我要敬拜你全能的上帝，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以下这首诗歌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可以用一个敬拜的心，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真神，无神能够像他一样，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全能真神，有谁能像我敬拜你，
段我们安静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安静，来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位全能的真神，愿我们能够放下我们，先放下我们自己，让我们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是那位全能的真神，你使瘸腿行走，你使瞎眼看见，你使无变成有，你使水变成酒的神。我们早晨就要以颂赞为祭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遇见你，让我们能够渴慕你。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我的上帝被人尊荣。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接下来献诗的时间，我们要请约翰男生为我们来献诗，取名是我宁愿有耶稣。生于今天，我宁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生于地土，愿注定恒守，引导我前途。
我宁愿有耶稣胜于称扬，我临终于主，满足主的心肠。我宁愿有耶稣胜于美名，愿对主忠诚，宣扬主圣名。主胜过世上一切。以下是读经时间，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十四到十八节，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三十七到三十九节。我们请翻开约翰福音第七章，翻开后由我来念。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没有学过怎么能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的，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二十三节，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判定是非，总要按着公义断定是非。第二十八节，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那里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第三十七节，节前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凭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我们请林宏哲传道为我们传讲今天的题目是活泼的信心。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没想到我的同工惠珊姐也会紧张呢。我刚刚看到她手拿圣经的时候，手有点在抖动。我在想，我应该比她更紧张一点。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活泼的信心。我们在开始前，我们先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机会服侍你。让我们机会认识你，让我们生命当中可以遇见你。主，因为那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的恩赐。主，我们是何等的人，我们居然可以领受那万军耶和华神从天上降下来那福分，可以叫那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叫你那信实永远不改变的爱完完全全施予在我们这卑微人身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赞美，因为我们本不配得，但是主你却恩待我们，求你今日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帮助我
让我能够将你的话语讲明，能够清楚，也让所有弟兄姐妹还有我们都能够一同明白你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长过高深。主，我们感谢你，将这些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活泼信用。我早知道说，如果是我的那个惠善姐念的话，就请她念七章全部了。不过念完应该就少了一半的时间哦。昨天我们中学生念圣经，念我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念完，因为他总共念了50节哦，每一个人念一节，哇！还好今天没发生这个事情哦。好，什么时候是你最觉得死气沉沉的时候？什么时刻？什么时刻是你觉得最死气沉沉的时刻？呀，谢谢。好，什么时候呢？礼拜一上班的时候，我礼拜一有一次的时候去买饮料的时候，我看那个店员脸都垮下来了哈。我说昨天一定很累哈，他说对，服务业哈，哇，礼拜一上班是一件非常疲惫的事情哦。或者是呢，像我们中学生一样，中主日崇拜的讲道的时候，总是很令他们觉得很疲惫。我仿佛可以把他们打瞌睡样子录成一个专辑了。好，那如果待会发生这事情，我相信你们是累的哈。但是我要讲的不是这种死气沉沉的感觉哈，我讲的是这种的。有打过球吗？有打过球吗？你们打过一场绝对不会赢的球，有没有？你知道这次梦幻一队嘛，对不对？哦，你知道梦幻一队开始跟那个开始打的时候，因为美国队曾经参加奥运的时候输掉，你知道？后来 NBA 联盟就觉得这样不像话，我们泱泱大国怎么可以输给外面的人呢？哦，我们 NBA 是全世界顶尖的高手在这边，于是组成梦幻一队哈。哇，所有各国人跟他们打哈，上场之前都好像跟明星在打球，大家都打得很开心哦。好，我在大学的时候打过一场篮球哈，打过一场篮球。一开始就知道对方很强了，好，可是没想到打的时候这么强，好，我们那一场几乎是就是我们大概上半场打完已经被领先20多分了哈，我们就在想下半场还要打嘛哈，整个你知道那个士气就输了一半哈，然后整个那个大家都觉得好像是陪人家打球了哈，下半场就被拉锯战，然后就更惨了，有这种感觉过吗？有吗？啊，关键是什么？哦，没有信心哦，你的信心完全被击溃了哦。你在那一瞬间当中，你已经觉得你输掉一半了，然后你觉得一点胜算都没有了哈、哦。在一点胜算都没有的情况当中，你就会觉得我大概死定了哈、哦。然后你开始整个队伍，包含你在内，你都觉得这场比赛可能就这样子，或者是这个工作可能就这样子，或者是可能这个考试就这样子吧。哦，有曾有过这种感觉吧哈？好、哦，跟刚刚讲的那个。前面定期上班不太一样，定期上班是太累了哈。但是那个，但这种是你已经失去信心了，不是只是你身体疲惫，是一种你心里面就觉得我们输了，我们不会赢了哈。好，那什么时候会意气风发？圣经道，我赢定了，我们赢定了，我已经知道答案什么了，然后我就等着那个。等着他问我问题的时候，那种时候没有，那时候就觉得我们赢定了哦，那种感觉哦。就让我想起在那个打中国那个中华队对韩国队的时候，嗯，哎，好伤心呢啊！好，胜券在握的感觉真的很好。然后那个时刻你就觉得哇，你一定赢定，然后整个士气大振，有没有？整个街道都可以听到欢呼声哦！哇，我还可以想起那个晚上的日子哦！哇，我们都在电视机前面。好，这是胜券在握的感觉哈、哦。好。我问一个问题，基督徒为什么会死气沉沉？有的人不会哈，有的人可能没问过的。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死气沉沉哦，因为我觉得信耶稣跟没信耶稣没有太大两样。哦，或者是我觉得，有耶稣跟没有耶稣哦，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变。好，为什么是基督徒死气沉沉哦？哦，你可能认为你不会赢的啦。你可能面对到一个试探或挑战的时候，你觉得依靠耶稣大概不会赢了。你可能会死气沉沉哦，好像那个大卫那时候去找他哥哥们，然后那哥哥们他们遇到了哥利亚这个强盗，一连喊了40天之后，他们连信心都没了哈、哦，
然后他们都没办法出去应战哈，大概那种感觉，对不对？基督徒如果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不可能得胜哦，你大概会死气沉沉，你会觉得你就是按着你的习惯来到教会里面，可是你不会觉得你的生命有任何的改变，不会觉得任何生命任何精彩的地方。好，你知道这就是撒旦最喜欢的伎俩哈，他就要让你觉得你不信了。纵使你知道，纵使你知道，可是你心里面还是觉得不信，你心里面还是觉得哎呀啊，那只是一个原则啦，那只是你讲的一个原则哦。好，他会让你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世上不会这么好啦，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啦，最好是这样子啦。你会有心里面有看到这种感觉哈，最好这样子啊。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哎呀，也不可能啦，你心里面就会这样想。好，这是撒旦最喜欢做的事情哦。撒旦那一天呢，他就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说的果子？”哦，你知道哦，我每次看到这句话，我都心中都非常害怕，因为他用了一个疑问句，可是却带着肯定句哦。他似乎要让亚当跟夏娃觉得，实际上上帝对他们并没有那么好，上帝一定隐藏了一点点东西，一点点福分没有给人。你只要让他们有这种一点点的感觉，他就会离开上帝。好，你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哦，你不太可能复合你的家庭了，你正在跟你的老公或跟你的老婆吵架，或者跟你孩子吵架，然后你们正吵得很凶，然后你们觉得不会复合了，任何事情发生你大概不会复合，然后你的病可能不会好了，上帝不太可能医治你身体的疾病了，或者是你不可能把这个负债还清了，你死定了，你这辈子要永远的被负债压垮的，或者是呢，你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了，不可能，不可能，在工作上面这问题你不可能解决了，老板交给你这个责任太过困难了，你不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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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好，然后呢，撒旦让你相信一句话，就是上帝有其他的安排了，他岂会真的帮助你吗？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疑虑？有没有过这种疑问？当你有这种疑问的时候，你开始的生命当中，你开始会变得死气沉沉的，然后你就会觉得事实上这信仰有跟没有没有太大差别。我们现在必须选择一件事情哦，你要用属灵眼光看待一件事情，或是用属世的眼光看待一件事情哦。你可以用属灵眼光去看上帝要给你的一切的福分，相信那位爱子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上帝连他的儿子都舍了，都为了你了，然后没有任何事情不赐给你了，还是你要相信说，哎呀，不可能，上帝一定隐藏一件事情，上帝一定有他的旨意，上帝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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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好运就不会临到我身上。我想我们基督徒都很希望我们的信心能够活泼，对不对？我们信心不是只是一个相信心意如意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希望我们信心是活过来的，我们信心去经历上帝一切的作为，然后我们渴望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做奇妙工作，然后渴望这件事情能够发生，然后甚至我渴望心中所想的，上帝真的超越一位我所求所想的，丰丰富富赐给我。今天透过这经，我们几点在讲哈？一个叫做第一个叫做明白上帝的旨意，第二个叫单求上神的荣耀，第二个叫充满神的生命哦。神的旨意、神的荣耀、神的生命，这三点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得着活泼的生命。我们如何活到活泼的信心？我们如何得到活泼的信心哦？明白上帝的旨意哦，有段经文这样讲的：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凭我自己说的。这句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含义在里面，看出来了吗？好，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所有的教训都是上帝的旨意。不是所有的教训代表上帝的旨意哦。这边说到，人若立志循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凭我自己说，就代表这教训可能有两个情况，一个就是上帝的，一个就是属于人的。你要么就是属于灵的，你要么就属世的；你要么就是属撒旦的，要么就是属耶稣基督的；你要么是属光明的，要么就是属黑暗的。好，这些教训当中不是都是上帝的旨意。这个想法非常的纳闷哦。我们讲到犹太人遵行律法的时候，尤其是安息日是他们非常注重的律法，所以他们会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条文去限制安息日应该要做这些，因为他们恐怕这样做那样做会得罪上帝，所以他们就必须提醒自己的
提醒自己的同族同胞们，他们必须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你们才会遵行上帝旨意哦。好，可是耶稣对于安息日，耶稣很喜欢挑战他们安息日的教训哦。耶稣提出一个很大的反驳哈，就说人若在安息日行割礼，就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哈。这是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哈，人若在安息日行割礼，就免得违背摩西。所以安息日要不要行割礼？安息日要不要行割礼？要不要？要不要？我不能叫大家举手，对不对？好，好，我们计算一下哦。第八天如果要受割礼，这是亚伯拉罕，这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哈，在创世纪第21:4，那地方讲到了，好，你八天之后男丁出生就要行割礼，然后恰好哦，那一天刚好那孩子出生在安息日，加八天之后刚好就是下一个安息日了。我没算错吧？对哈，就是下一个安息日就到了。好。所以下个安息日就要受割礼。犹太律法是觉得，对，就是这样，没错。为什么？安息日不是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什么东西都不能动吗？然后你们必须连包含连你们走路都不能够超过几步。可是为什么安息日受割礼这件事情，却要特别被提出来呢？因为他们相信有一些律法事实上是高于另外一种律法层次。当他们在讲这个律法的时候，这个律法事实上在摩西颁布律法之前，在亚伯拉罕，在这个祖先他们最早祖先之前，就上帝跟他们立好的律约了。所以这件事情就超越了一切他们的律法之上。所以如果是行割礼归入上帝的名下，这件事情会比安息日的律法还要更重要一点。但是呢，他们怎么对待耶稣所行的神迹呢？我们在约翰福音5读到一个经文，然后就是有一个人在那边瘫痪了38年啊，然后天使搅动了水，然后那个人就爬起来急急忙忙想要过去，可是来不及，于是他的病就没有好。于是耶稣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于是他说：“不走，这边躺了38年，讲了一大堆。”然后耶稣叫他：“你起来，拿你的褥子走了。”这件事就发生了。于是呢，犹太人在那地方看见这个人怎么在安息日拿着褥子走呢？于是说：“你做了安息日不能做的事情。”于是他说：“那个叫我病好的人叫我起来拿褥子走吧。”好，于是他们就开始想要抓耶稣。就耶稣来说了一段话，就他们就更生气，他们就想要杀耶稣。好，所以当耶稣医治好这个38年的病人的时候，在医好这个38年病人的时候，他们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杀掉这个耶稣。这个。耶稣特别把行割礼的事情提出来，就是要告诉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们的律法如果认为行安息日这个割礼的事情是超越安息日，为什么我叫这个人好却违反安息日的规定呢？哦，那有人会说，哦，反正啊，这个人都已经病了38年，应该不差这一天了。这是一个蛮好的回答。耶稣啊，你可以等到礼拜一再医治他，他就不会违反安息日的规定了。哎，如果你是病了那38年的人，你会愿意这么做吗？如果你是当天就遇见耶稣，你会希望说：“耶稣啊，今天是安息日的规定，所以别人不要医治我，明天再医治我。”不会吧？因为生命大于一切的律例啊。耶稣回答说：“你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哦，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哦。公平，如果安息日这个律法，这件受割礼的事情，把一块皮割掉的事情，都可以在安息日可以做，更何况是叫这个人在安息日好起来，叫亚伯拉罕的子孙因着神的恩典可以好起来，这件事情不是更应该去做吗？所以耶稣在另外地方又讲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你们看见有羊掉到井里面，你们不拉它上来的吗？”世界上有很多教训哦，但不都是神的旨意。世界上有很多教训，包含犹太人的根据圣经的立法延伸出来的东西，也不完全是神的旨意。有人会这样想哈，有人会这样说：“你必须立志遵行神的旨意，才是真正的明白上帝的旨意。”哈，好，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就如同是违背不明白的意思。今天上帝的旨意已经显明到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应该立志去追求。然后我们应该觉得，我们应该用我们生命去换，然后立志去遵守上帝的旨意。好，如果没有遵守上帝的旨意，就是这种是违背不明白哈。
那真正明白上帝旨意的人，就可以活出一个活泼的信心来。真正的旨意，真正上帝的旨意，不在于他的这些教训。这些教训已经很明白知道说，有些教训是出于人，有些教训是不是上帝的心意。但是有些教训来自耶稣基督的，那是真正寻求上帝的人可以去明白的。另外一节经文在，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面没有不义。我们说个故事哈。当我读到这经文的时候，第二件事情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单求上帝的荣耀，当求上帝的荣耀，当求神的荣耀哈，当求神的荣耀。他讲讲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面没有不义哈。当我在看这个的时候，看到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关键的字叫做。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我们去华神读书的时候，读到这个字叫做 reference。老师说写报告要写 reference， 我说什么是 reference？ 好，这是我在华神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哦，因为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个东西哦，以前都是这个报告我觉得我参考到，我觉得就写上去了就。然后也不管哦，后来发现开始写所谓的硕士论文的时候会有这种问题哦。好，那。为了写注脚哈，文献花了我好多时间哈。好，譬如说单一个作者啊，冯英坤啊，天道注释书啊，菲利比书啊，香港天道，然后2005年出了参考页数是2204页到265页，然后英文的话就是 Peter O'Brien， 然后底下那个那些经文哦，你知道我居然写这个还被扣，我写这个还被扣好多分数哈。可是我当时候在想一个问题哈，为什么华神会这么要求我们一定要写这个东西？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获是这样子的，好，他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根据在哪里？你当你去查这些问题出处的时候，你可以去透过这个去找到这个学者或找到这个人去讲的东西哦。那你可以根据这个东西，你可以引述你的论证，让你论证更加的稳妥。因为可能某位学者你研究了十几年的功夫了哈，他有很多参考资料，然后你只要引证他的东西，然后你就可以加强你的论点。好，如果你说不出来的话，那就大有问题了。好，这我们要回哦，我是觉得这还蛮有道理哈。后来又有人举了一个例子给我听哦，又有人举了例子给我听，这个例子蛮好玩的哈，就是说某一个大牧者说，或是一个小传道说哈，就譬如说，如果是相同一句话哈，有人要引述哈，譬如说在我们教会里面哈，我们根据高敏智牧师在那天主日当中所提到的这些事情。在我们教会当中，点，所以我们应该要这么做。哦，大家阿门。哦，根据李荣哲传道那一天所做的，点，大家就我们再去问问看其他人吧。哦，好，对我就是有点开玩笑，但是老师讲了一个很大的比喻，他说你去引述某一个很有研究的学者，跟引述某一个教会小弟兄跟你讲的东西。你们讲的可能某一个论点一样，但是整个的引述的力量是不一样的。哦，就譬如说这个人他讲了一点点的东西哈，跟这个人讲一 点东西是有很大的论述差别。哦，我们会讲说台北某某名教会的牧师说点哈，哦，大家就阿们哈，哦，哎，那个某某某某某某台南圣教会某一个洪哲弟兄说他是谁呀，啊哦，就没有任何的公信力哈，哦，差不多是这样子。哦，就会有一种很大的差异存在哈，你知道吗？犹太人在教训拉比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他们会根据他们的拉比，前面拉比，我们是加玛列谁谁谁谁谁说，哦，大家就很有公信力，就很像什么台大某个教授说的哈，那个，哎，然后呢，或如果你根据的不是，哎，我感觉怎样，他们说你太自大了，你应该去参考其他人的东西哈，你知道？可是耶稣不是这样子哈。耶稣并不这么做哈，所以对他们讲，他们非常新鲜哦。甚至有一段经文是这样子哈：耶稣进了殿，正在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长问他说：“你仗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呢？就谁给你这权柄做？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他们听到耶稣在讲论的时候，他们说：“民众的反应是，耶稣在讲论的时候，他们所耶稣所讲这些话，不像他们文士会，不像他们文士在讲这些东西，而是非常新颖，而且非常好像是带着权柄，然后去讲这个东西。”所以这些犹太人并不明白他的教训是从谁而来的哈，所以他们就惊讶，那个人没有说过教训，怎么可以
讲出这些上帝的话语，而且还讲得这么精辟哦。好，但是我们要讲的时候，事实上耶稣是的，耶稣所讲的东西，一切东西是有根据的哦，就是猜他来者那一位，就是哪一位呢？就是他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哦。当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相当的奇怪哦，相当奇怪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所根据的就是摩西律法，他们所遵守就是摩西所传下安息日的东西，然后他们按照这个东西，然后生活了可能一两千年的时间，可是他们却在这个时候，他们却好像忘记了这个上帝在哪里。当我们在想这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当你仗着什么东西说话的时候，你的荣耀，你就是荣耀这个源头。我讲这句话，请大家要注意，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说，我今天说啊，某某某某教授说了什么什么，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啊，大家就觉得哦是这样子，那你讲这句话的同时间，你就是代表你在荣耀这个人所说的话。可是如果这些犹太人他的根据是为了这些虚浮荣耀的话，他们只不过是要把人的东西更加的表现出来的时候，可是耶稣却是用神来的道，就是上帝的荣耀来跟他们反击，所以他们会觉得上帝的道非常的自由，非常的不受局限，而且他们其实上帝的道是超过这些他们所想象的，然后他们一时之间很难接受这样子的讲法，然后他们会开始询问，他们觉得很有道理，然后连民众他们都困惑，他们是说他是从上帝那边来，有人说不，他是迷惑众人的。在七章整个都在讲这些人信或不信，在中间摇摆。那有人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问了问题说，我们刚刚讲到很多教训哦，很多教训里面会讲说，有人会说做好见证就需要有好的成绩，然后有人会说做好见证就需要有好的工作，做好的见证就需要好的见识。当我们把这个源头弄错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就是荣耀你所说的那件事情，而不是荣耀上帝。我讲的东西不是否定说好的成绩，或者否定好的工作，或者否定好的这些知识水平，而是当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根据是要贪图人的虚浮荣耀，还是真的是求上帝的荣耀？我的根据是在于人，还是在于神？当我们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目的只有一个哦，就是成就上帝的荣耀。我们这个根据一定是要从上帝来的哦。这根据从哪里来？是从你生命的转变，从你面对苦难的勇气，然后不顾自己，然后为他人奉献，是从你的生命当中的改变，然后从你生命当中的经历，然后你去认识这位上帝，而这些事情会让别人看见上帝，而不是透过你所讲的那些事情。另外一节经文，最后一节经文提到一个充满上帝的生命哦，信我的人就如同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然后这个是一个节气的末日哦，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祝棚节是一个很欢庆的日子。好，他们是一个庆祝收割结束的日子，然后所有的人会在那地方搭起自己的棚子，然后他们会纪念在旷野当中的日子，然后呢，他们会读一些圣经，譬如说像约伯记或以斯帖记，然后他们会去追念他们自己受苦那一段日子当中，然后呢，他们会有一个重要仪式，就是去取水哈，就是去取水，然后他们会把那水打进来，在取水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含义，就是会纪念在旷野中上帝透过磐石供应他们，因为在旷野当中他们度过那日子当中就很像住在帐篷里面，那他们透过这个方式，他们去回想当时他们怎么样去受苦，然后上帝怎么透过这方式去供应他们。可是很奇怪的事情是当他们在纪念这些事情的时候，可是他们却在这个时候他们不认识那位真的赐给他们恩典的主。耶稣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他站起来高声讲论一个关于真正的水的问题，就是刚讲的那段圣经。他说这个不是磐石出水，如同玛纳的纪念。玛纳是一个从他们旷野当中，上帝说会供应他们，会把这些事情，会把他们所需要的供应给他们。那
他们就不断的求玛纳。在约翰福音六章的时候，那边提到一个玛纳的问题哦，所以他们当看耶稣行了玛纳神迹之后，他们就来求耶稣，来要求他耶稣来做他们的王。可是呢，可是这里他们又碰到一个节日叫做祝棚节。祝棚节有这样的含义的时候，耶稣就站起来就说来呀、啊，来信我的人，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他说这不是盘水的出水的纪念而已哈，这是一个上帝真正的恩典。在犹太人有恩典的经历当中，可是却忘记恩典的主。他们纪念摩西和留下律法，可是却忘记了主哈。他们会去把水取进来，然后他们会去祝棚，他们会纪念那一段时间上帝为他们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呢，他们就开始遵循那些律法，可是久而久之，他们忘记那背后的含义了。他们忘记那背后当中最重要、最根本给他们的教训是什么。当耶稣基督再次出现的时候，跟他们讲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没有人有这样的反应。没有人觉得耶稣讲这些事情真的是哦，就再来了弥赛亚。他们面对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所看到、所听到就是他们耶稣违反了安息日的规定。这耶稣在他们的规定当中，没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所以，我们这位主后，他是很激动的宣告这件事情哦。他说：“信我的人，就如同经上所说，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耶稣基督是很激动的宣告，他真的站起来哦，因为所有的文士在讲论事情的时候都是坐着，只有耶稣基督站了起来，然后告诉这边人，告诉他们说，他们正在祝棚节，正在做这些事情，然后耶稣站了起来，告诉他们说，你们所这些活水，你们说以为这些活水则是让你们今天这些事情的主就站在你们的面前，而这些信我的人，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你知道这个回答就好像耶稣在回答尼哥底母说。你要重生哦，就不能，你如果没有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就很怀疑说，我要怎么重生？我要难道进入到母腹胎中再回来吗？耶稣就讲了一个很奇的比喻，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信了耶稣，好，这个人信了我，然后他腹中就要流出活水江河来。活水就是他们所求的，就是上帝的一切的恩典哦。但是今天这一切的事情都要透过耶稣基督来彰显给他们知道。当我们信心要活泼起来，一定要有上帝，一定要有神，你不仅要对上帝的旨意有清楚的认识，而且你在祷告当中你要寻求上帝的荣耀，你在每件事情当中你要看见我到底这件事情是荣耀神还是荣耀我自己。如果我所做的根据所想这些事情只不过是要让我自己有的东西得到夸耀的话，那件事情就不会是上帝的荣耀。可是如果所讲的东西都是为了要求上帝的荣耀，就是我自己生命当中的缺乏，但是上帝的荣耀光照我，这件事情就是会成为上帝的见证的荣耀。而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我们生命应该是要有真神活在我们里面哦。你知道魔鬼也是信哦，却是战惊哦，这是在雅各书里面所提到的。魔鬼实际上对上帝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可是他没办法靠近上帝。他信一定有神，但是他的心里面对这位神却是远离的。那可是我们信，可是我们却跟魔鬼不一样，我们的生命当中却有江河涌出来的喜乐。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所要受圣灵，那时候还没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可是今天上帝已经得到荣耀，耶稣基督已经得到荣耀了。今天我们的生命已经有圣灵的同住了，我们的基督的名已经得到荣耀，现在应该就是应验耶稣话语的时刻了。你有这种感觉吗？当我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了，这就是基督徒应该觉得最荣幸的时刻哦，因为上帝的灵亲自与你同住。然后你可以有一个活泼的生命，就如同耶稣基督今天所说的，信我的人，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你的生命不再是不信的生命，你的生命不再是像亚当夏娃当他们远离上帝的时候是要逃避上帝的面的时候，你今天是巴不得想要来亲近上帝，因为你知道在那里面有不断涌流出来的喜乐，涌流出来的生命。你应该会有很多生命的转机，甚至有时候你会蛮疯狂的哦。
应该这样子，对不对？有一些中学生觉得我蛮疯狂的，我觉得保罗哈，我觉得保罗就是这种人哈。保罗他在监狱里面下监牢那么久的时间哈，你知道当他被提出来跟这些官员们讲话的时候，他下在监里面，他官员讲讲话的时候，他就大胆的讲论耶稣基督的道。今天如果保罗里面没有圣灵的话，就不肯做这种事情。今天如果我们是下监里面的人，我们是人是犯着罪的人。我们下监里面，当我们讲在法官面前讲的时候，我们应该拼命要辩夺我们自己的罪是不是有得罪神。但是保罗并不是这样做，保罗所做的事情是他所讲论的是那位死人复活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的命。所以当保罗这样分述的时候，菲斯都就说：“保罗，你癫狂了，你癫狂了，学问太大，反倒让你癫狂哦。”他说：“我没有癫狂，我讲的东西是真的，只是我希望每个人都跟我一样，但是只是不要像我有这样的锁链。”去年圣诞节我们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做了一些蛮奇特的事情，然后好，那我发现我的牧师也让我去做了这些疯狂的事情，那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就在我们在预备这些事情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就在那个前后大概十二月初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惊讶的新闻，相信大家都听过哦。那个新闻是一个小男孩在汤姆熊被割喉，好，而且这个新闻就发生在台南市。当我听到这新闻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礼拜一吧。我听到这新闻之后，完全吃不下饭，我眼泪就一直掉哈，因为我知道那小男孩十二岁而已，那小男孩可能就是我早上去晨光教学的那些孩子哈，因为我今年全部都带六年级，我知道他们的样子是那样子。我可以仿佛哈，那个小男孩可能就坐在哪一个位置哈。虽然那个小男孩不是我带的班级当中的人哈，那我就会想去查那个新闻哈。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新闻发生？原来那个孩子是一个离异的家庭，然后他们离异之后呢，然后因为那天下雨。后来呢，他的妈妈就比较晚去接他，于是他就在汤姆熊耽搁了一些时间，就遇到了那个人。我那一瞬间在想吼，如果他能够认识耶稣，他的家庭能够认识耶稣，他的生命就会不一样了。或许他就不会在那边，或许他，因为我去算吼，他跟我差了20多岁。然后在想，如果他20年之后，他应该生命会很不一样，他生命会绽放出无比的光芒来，或许他会做一些我们曾经想不到的事情，或许他是个基督徒，甚至他可能是一个牧者同工。你知道心里面我是这样想哈，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哈，如果我能哈，我就在那时候我就在想，可不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哈？我跟上帝祷告说，我说。是我那时候就跟那些做道具的人开玩笑，就是说我们明年来个游行吧，来个游行，我们做一个很大的布偶，然后我们就在公园那里游行。你知道我同工都在笑哈，我就说做的像迪士尼那种东西哈，我说我们可以在明年的母亲节哈，我们可以为那些还没有认识主人打造一个很像迪士尼的地方哦，实际上就是我们教会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整个做起来，然后对面公园就是做游乐区，然后中间给它摆摊，然后再摆个舞台，然后里面再做室内展区，后让他们来到这个地方4个小时都不想走。你知道大家都笑了，我跟大家讲的时候大家都笑了哈，大家都觉得怎么可能？那可能会花很多钱哈。我跟牧师提的，牧师说可以低一点嘛。有跟他提了一笔蛮大的数字哦，好，可是我心里面就想，或许有的人可能他就来了，然后他就会改变了，或许他就可能触碰到我们当中哪一些人了。然后我说，这个摊位一定要全部都是我们的人，不可以有外来的摊位。然后我们带游戏人也一定要全部我们的人，他们不要也是我们的人，所有招待全部都是我们的人哦。他以后如果进到教会的时候，就会说：“哎，你就是卖我香肠那一个人哦，香肠蛮好吃的。”这样。我是这样想哦，我是这样想，可是我知道蛮困难的，后来，
后来我感谢上帝哈，我感谢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哦。嗯，多久？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那心我就很激动哦。我就在想，那个小孩子可能就跟我的孩子一样，那小孩子可能就那么小哦，然后他的生命还有无限的可能，但是有没有可能透过我们做一些事情，他们改变了？有没有可能我们的信心可以活泼到我们觉得上帝的灵在我们在身上的时候，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清楚那是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又知道我们是求上帝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又知道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信心去得着那件事情？你知道，当我在想，当我在想那个小牧师讲的巨蛋的时候，我在跟大家讲的时候，有人就问我说：“洪哲真的会盖巨蛋吗？”我跟他讲，我相信会。我当然知道很困难。我在建筑师事务所待了一年哦，我知道多困难哦。我们家里面曾经负债一亿多，我也知道一亿多的负债的贷款压力有多大。但是我在想，如果我们能够拿我们有限的，我们现在有生命哦，用你的信心跟上帝说我们要，然后我们可以去得着，我就觉得那件事情是很有价值的。当我在想这个主题的时候，当我在看这经文的时候，你知道，我每次都按着顺序一直讲过去哦，一直讲过去，我就想，每次遇到一些很难的经文，我都在想说，上帝你到底要讲什么啊？我都花了很久时间读哦，我在想说，上帝，你为什么让你的兄弟不信你呢？你为什么让这些人不信你呢？你为什么让这些人群众一理而纷争呢？我后来知道一件事情哦，因为上帝透过这些事情拣选了他的仆人，叫那些被拣选的人，他们领受圣灵之后，他们可以活出那样子不一样的生命哦。所以，当我们从约翰福音往后面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那一群人，彼得那群人，约翰那群人哈，那些人，他们在那时代当中画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号。他们因为在他们生命当中，他们领受的耶稣基督的能力，他们知道说他们教会可以做成这样的事情，因为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现在在想说，我们教会可不可以成为坦坦寺的荣耀？我在想，坦坦寺可不可以因为有坦坦圣教会，觉得无比的光荣，因为他们认识了基督哦。我也在想哦，你们每一个人，当你们在上帝的面前领受这些事情，我刚刚前面可能讲的很有点沉闷哦，因为我一直在解释当中最重要的东西哦。但是关键事情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在上帝要成就的旨意上面跟随神在你心中的感动而行哦？如果可以，你知道你的公司会翻转，你的家庭会翻转，你在你所在的地方会翻转，你碰到每一个人，他们都要被圣灵的能力得着，不是因为你能做，而是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做。你只要愿意说，主我愿意，我相信，那就是了，你就踏出去。我很感谢主哦，让我们这一次的整个圆游会哦，我们上礼拜结算出来了，我感谢主哈，我们的祷告都成就了，不仅是天气或者是天后哈，包括我在找这些照片的时候，是让我很感动哦，就是我看到有些人真的我们不认识，我根本没看过他们，我知道当天我也没有机会看到他们哦，可是我知道他们来了，然后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会被基督得着哦，我也相信上帝会透过你们。去得到你们的公司，得到你们所在的环境，上帝会用你们，但是请你们用你们活泼信心去领受上帝的一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要用信心来领受你所赐下这一切。主，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只是为了一个活动，或者只是为了一个表彰自己出来，我们不像我们用犹太那些方式来提醒我们自己，他们是不是一直看重他们所看重的律法、所看重的规条、所看重的这些律例典章，可他们却一点都不认识你。主，我们就求你在当中，你亲自带领保守，也让我们在里面所求的这些事情，主你每一个都应允的给我们，让我们在信心面前向你呼喊的时候，求你
用你的话语呼召我们，求你用你的旨意呼召我们，求你用你心中感动呼召我们。纵使我们说不出来，但是我们知道主，我们该如何去行，我们该如何去做，也求你帮助我们在踏出每一步的时候，虽然我们甚至觉得那个脚步很疯狂，但是主，保罗不就是这样子吗？保罗不就是尽力奔跑在那眼前的道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主，我们求你让我们生命也是这样子，不论我们剩下年薪有多少，主，我们都相信你会将那最好的一切赐给那些忠心服侍你的仆人。主，我们将这些祷告托放在你面前，求你引导带领赐恩，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用一首歌来回应，洁净我，请下次奉主。请崔天怡姐妹、弟兄姐妹，我们请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拣选，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主啊，我们这一群蒙恩的罪人，主啊，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是不配不能没有的人，主啊，却蒙了你这么大的恩典，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也为我们在你面前要常常诉说你的恩典，因为罪不能成为我们的主，我们不在律法以下，我们在恩典以下，主，我们天天要来诉说你对我们的恩典。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对你的感恩。主啊，今天也透过你仆人的讯息，主啊，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你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在我们的腹中我们要流出活水江河来。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教会，主，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来努力。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很多还不认识你的人，主啊，求你激动我们，求你用感动的灵加倍的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知道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主，怜悯我们，把这个时代，主啊，真的是要透过教会，透过这样的教会，能够让外面的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也帮助我们活出你一个信心的道路来。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不够的时候，求主加添我们。主啊，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主啊，你赐给我们力量。天父，我们相信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都要信有神，并且信他所赏赐的。主啊，我们献上我们对你的感恩。主啊，我们奉献一点金钱，求主悦纳。主啊，我们再次的向你祝福。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颂咏圣歌第28首，弟兄姐妹请起立。颂咏之后，请高牧师为我们祝祷。赞美神父神之神灵何时何却投入颂赞尊贵荣耀权柄有贵之神耶稣，谢谢你，我们希望我们生命真的是活泼的，因为你的道本来就是活泼，是带着有果效的，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如果你让我们生命能够为你的名而梦想的话，我们相信我们的脚步一定是为你的名而疯狂，帮助我们在你面前为你而活，向着标杆直跑，这是我们的感恩。用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这时候临到我们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在你面前拥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为你而奔跑，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